好少正哦。哇，好香哎，它的卤肉饭颜色够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宏，我是怡，我们就是来到台湾了，兴奋呢。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是到了，但是啊，我们来到好像没那么合适，因为就是台风天落水，我哋冇边度好去啦。今日我哋先系正式嘅活动，我们就是有非常多的东西想吃啊，卤肉饭啦、啊、炸鸡排啦、啊、盐酥鸡啦，谂到流口水，跟我哋就要出啦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团友啊，我哋团友已经排紧队啊，介绍下我哋嘅团友先，阿健。还没有收到我那个线，叫 Hello 一下是吗？收给了啦。行。还有跟我们去吃海底捞的火锅。有没有介绍你外母？我外母很熟，没介绍啊已经。还有就是姨的妹妹，还有她的老公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吃这个阿忠面线，炖好。你试了几大肠？大肠其实我冇咩食到，会有味道嘅咯。会啊。这次我们的导游就是嘉伟哥哥，他带我们到处去浪。放啲醬嗰啲啊！你睇下你個辣椒醬，我定加啲醋落去，加啲醋嘅好食啲。我食完未先？我食完未先啊？嗯。OK。佢口感係幾好嘅。嗯，但我食到覺得唔係好甘。覺得我放多少調味，因為同埋放醋啊啲咁嘅嘢。醋。放少少生姜。好似好正喎！我放兩粒嘅調味咧，完全不一樣啊，好食好多。試下個大腸先。大腸都好吃，它一定要放它的調味料，辣椒醬啊，還有那個醋啊，還有蒜醬。係咪唔一樣？放開調味爭好遠啊！佢夠味好多嘅，腸我就唔食噶，你食啊？試啦，咩都試。好啦，咁我就突破自己食個大腸。它没有那个味道的，它的大肠。我已经吃了下去。真的没那个味的，好吃啊，口感都好好。这里就是还蛮多人的，然后吃下去啊，还有那个柴鱼的口感，又不会腥哦 ，OK， 挺好吃。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啊，都是台湾的文化影响到的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吓香，还有一个盖。我爸爸粗口的东西永远好得最快。我们就是来到这里啊，蒙甲的龙山寺。好冰凉啊！我们来到啊，一定要拜拜一下，可以靠财源滚滚了。你没有拜拜一下耶？有。还有你许了什么愿？不可以讲。来来来来，这个。你只嘅瘦啲啊，咪check check check。呢度好有巴塞嘅 feel， 定喺呢度就系佢哋嘅巴塞嚟嘅咧？应该就系巴塞吧，嗬？唔会吗？怎么来？来来来，比赛啊！来比赛，去尝试一下。不错不错，爱减肥哦。哇！手工弹珠啊，咁样啊，厉害咧！我就是要放在前面。这里啊，我们就是经过罢了，然后进来。这里是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啊，我们就无端端来到这里，然后就有一点东西玩，也是蛮有趣的。这里，那我几开心啊！对对对 ，OK。现在我们就是来到这个剥皮寮了，这里就是历史文化的地方嘛，有好多古代嘅嘢，木餐，即系攞嚟煮嘢好食咯。香，相当型嘅香。呢個係英爽嘅嘢嚟嘅，以前嗰啲報紙啊。這裡很適合打卡。
这个 Rhino Show 的 Aqua Stand 运动水壶真的是很方便，除了是水壶啊，它还可以当是手机支架。刚刚我们就是用它拍了很多照片啊，它的上盖啊就是可以15-90度啊多角度的调整，你就可以自拍啊、录影啊，当做是镜子啊都是可以啊。追剧我也是蛮喜欢用它的，台东马那些，那视角就是蛮压，然后也可以当做是把手啊，方便携带啊。就算是水壶没有水的时候啊，你吸着啊也不会很容易的倒下，可以稳下的。当然还有 Rhino Show 的独家 Maxif 两倍磁吸力啦，就可以稳固啊，粘住不掉落了。你选购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去选择它的材质还有颜色啦。材质就是有不锈钢的，它可以保温保冷了8个小时，或者是这个传真材质啊，就是比较轻巧耐用了。除了宿舍啊，还有印刷款啊，提供个性化的选择啦。这款好方便啊。嘿嘿，这应该我们也要吃东西了，我很想，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吃的。这都还没叫小王煮瓜，超级多人哦，这里吃的卤肉饭那些。这个是空肉饭，这个是卤肉饭，然后这个是香菇卤肉饭，有叫了一些小菜啊，卤豆腐啊，卤鸭蛋啊，然后包菜，还有一个砖泥鸡啊，哇，好香哎，它的卤肉饭，颜色够靓。佢嗰肥肉入口即溶，但系比较多嘅系肥肉咯，瘦肉反而比较少啊。净系得瘦肉嘅话，你又唔食噶啦。空捞会比较多瘦肉啲，但系都好食啊，好香，香菇会好食啲。有多个口感咯、啊。加冬菇好正啊！系咪？佢好多口感咯，都系中意加冬菇。呢两个唔一样。唔一样。唔系两个包出嚟咩？一个卤。我食咗佢，咖喱饭就可以食。我俾你食啊。两百蚊。如果多翻啲瘦肉嘅，靚到咩？好我喺度够力多么多，穿嚟穿去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很多么多，见到？对呀。刚刚呢，那个卤肉饭如果再多一点瘦的肉啊，会比较好，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肥肉，感觉就是有点腻啊，吃多的话。这么讲好啊，这么拉着喇叭啊。好单煮啊，喂。现在我们就是在台北的地下街。啊，叫靓仔，叫靓仔红。我讲靓仔红。哦，你讲啊 ，OK。好，可以了。妹妹，一起玩。那上面。这样等才有中是吗？亮灯吗？中到亮灯里面的就是中了。哎呦，又有啊！没有。中了哦！哎呦，厉害呢！弹珠超人。喂喂喂喂，好开啊！你睇佢已经买开一只去。买俾我妈。咁啊，大话都讲出。你睇个钟。喂，我买个手表。你再听嗰啲。我想买个手表哦。他想买是不是？现在我讲买啊，他就不要买。买啊买啊买啊！买啊买啊买啊买走啊 ，OK。再买。要买啦。哎呀，假假啊他！佢一睇到 Hello Kitty 啊，发晒梦。哎，仲有呢个我都唔记得开啊，佢都系一样噶佢。我有定力嘅 ，OK。冇可能。哇！我要买啊！我跟你讲，小孩子他做选择，我里面都要。刚才又讲不要买。来打手指。啊！我不听。要改你讲咩啊？不选择。买啊买啊！你睇我外母笑得几开心系咪？哇！我的钱包很伤哦。我哋又买一只。啊！沙朗油。沙朗油。沙朗油。蛋糕。这里是蛮美啊，只是哦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下雨啊，这个我落水了，好冷哦，好冷好冷，我老姨来了，下大雨哦，所以一来了下大雨啊，刚才小小啊，这里就是熊猴神乐园啊，你听我妈嘅。睇住滑啊，睇小心啊！这里是蛮漂亮啊，然后它有很多滑梯啊，可以直接这样滑下来，很爽啊。但系落水啊，听话阳光普照啊，所以话 YouTube 就多嘢。因为下雨的关系啊，我们就是在摩那边吃，然后我哋食嘅系韩国菜。有冇同韩国一样？因为就是小孩子要吃，所以就让他们选啦。我们迟点再选别的。冇事咩？有。你睇你阵间好开之后嘅食到咯，边个？我自己煮得。炸鸡就是蛮漂亮的，哎呀，它外皮很酥脆，肉啊好嫩哦，真嫩哦。个皮又冇咩味，肉都冇咩味。OK， 我们已经是吃完了啦。刚刚呢，那个韩国烧烤，我觉得就是普普通，都系马来西亚嗰间好食啲，悭啊。
哇、哦，真系正啊！而家我哋周围逛下，睇睇仲有咩行。那个刚才那个地方啊，下雨啊，真的是很可惜啊！我觉得那边应该会很漂亮、很好玩的。个人讲呢一日啊，早都日雨噶啦，可能呢几日都会落雨嘅。冇办法，之前顶啊嘛，我哋都唔知道会咁啊嘛。唯有 keep 住行步。Okay, 早晨啊！哇，我嘅脚不是我的，非常的累啊！我哋嘅运动量一倍啊，平时十几倍啊。如果平常站在你剪片的话，哪里有走到这样多步哦？然后昨天去的地方啊，要全部落水，哇，就这样。那个公园那边啊，我真的是很想很想去体验的，因为那个滑板那边滑下来啊，就看到我可能会再去啦。我心好似 NG 其实那滑落嚟嗰度啊，有冇限体重啊？没有。我真是傻笑。这样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要去到六福村的主题乐园啊。这里去啊，大概是要一个小时，我们就是搭巴士去啊，应该那边应该类似是云顶这样啊，就是给小孩子玩这样啊。因为嗰时就系要提议到冇理由全部在大人爽嘅，不是老哥爽下嘛，好啊吧。像现在呢，我们先去逛逛有什么东西吃，然后就出发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忘记了我是用 Rhino Shield 的防摔壳吗？啊，你们是不是换了 iPhone 15嘞？ Rhino Shield 当然也是有啦，而且针对 iPhone 15 Pro 以上啊，全系列的手机壳啊有专门设置静音按钮，这些是其他手机壳啊比较少见到的啦。除了不变的超强防摔及两倍 MagSafe 磁吸力啊，现在全系列的手机壳啊握起来的手感啊比上一代更好。像这个 QR Case 啊一样的抗黄化设计啊，但是比上一代更轻更薄。Sonic 啊就是有16种颜色啊。其中有9种就是新颜色，除了速可啊，他们还有超过3000种的设计可以选择。今年有新推出的自然探索户外指南系列，台湾歌手魏如萱娃娃联名款，无所事事小海报等等的设计，还有更多的设计啊，可以到他们的亚洲官网看看啦、啊。像我很喜欢的火影忍者啊，姨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 ，One Piece 啊 ，Marvel 啊都有啊。如果想要保护更全面啊，就可以搭配保护贴啦。这是 Rhino Shield 最新推出的抗蓝光荧幕保护贴，保护你的屏幕的同时啊，也可以保护你的眼睛。还有要保护你的镜头啊，也是可以哦。镜头保护贴有提供多色，你买什么颜色的手机啊，就可以搭配什么颜色的镜头保护贴啦。这样如果你刚好缺水壶啊，又缺手机支架呢，你就可以加购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Aqua Stand 运动水壶了。使用我们的 promo code 还有折扣哦，点击说明栏或者留言区的链接去看看啦。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啊，就是非常靠近这个捷运站的，大概走一个三分钟啊就到了。所以要去哪里啊？这里都是蛮方便的。先要猪排，还有油条呢，然后还有这个蛋，多少钱？100。有啦，油价贵就正。下边下边啊！它就是有放很多配料，所以那个口感都很丰富啊。不能谂住系培根嘅，冇系培根。本来我们是打算搭巴士的，后来呢，刚才的司机大哥呢就挤我们的屋，我哋就俾佢挤成功啦，所以呢，我哋就坐开佢嘅车嚟啦。他还翻来按一下，他在巴士车站那边等哦，但是就比较舒服一点啦。哦，现在我们就是到了六福村主题乐园，他们星期五、星期六啊，就是有那个万圣节的主题，再一个具体啦，要走蛮远的咧，都还没有看到那些设施。我话行好入咧，有过山车啊。他们都有做，等一下到时候又哭。我跟你一起吗？我跟你是好兄弟啊，可以吗？抓住啊！我要闭着眼睛。我们又来一次了，可以看对方了。我也是很紧张。又是我们的人。抓住啊！抓住啊！抓住啊！哇！哇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！啊！你又进不了哎！佢又话唔得人惊嘅，吓鬼死我！话你们不怕我，劲咯你们！我都系你声大声到，我都惊啊！炸！我要空中奖，我要！加油啊，老东 ！OK， 我出发了，你们。结束一点，妈妈你。结束。我觉得把屁怕了都。好像有点恐怖哎。因为我怕。你怕？你坐定近两边。两边。哇，很凉啊！喂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你们看，给我。可以拿好啊。你们看，
猴子，可爱吧？我超喜欢的。只有我一个人，这追上他们，他快点！啊，我这里很空呢，我有点可怕嘞，这里。我一个猴子，我的冲锋猴有力气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还有吗？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动物啊，兔子啊，蝙蛾啊。爸爸，老豆，喂，熊，这熊很可爱，我们到了。像他这些设施啊，其实不会说很刺激啊，只是我怕高罢了。然后呢，就可以一边玩这些设施啊，一边就看那些动物啊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哎，看到老虎了。哇哦，有啲大只，有啲近。哦，好型啊！哇、哦。那个老虎会做工哎，还特地走前前哦，厉害哦，这里哦，开心。啊，狮子都在那边，哇，俺班那样的头两样哎。哇，这个在路中间呢，很近距离啊，这个。其实我的目的啊，不是看什么狮子、老虎，我只是想吹冷气。超级的。冷气的呗。我们台湾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我唔想你带我去香港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好耐嚟。你讲呢个？讲呢个？哦，原来呢度好大嘅。你以为我哋得呢度嘅啫？我谂住系得呢度嘅啫。唔系，咁样点样玩到夜晚喎？我哋阵间去咗阿拉伯，跟住仲有一个南太平洋，跟住仲有美国大西部，系呢个六福乐园呢个山啫。哦，水乐园就冇，其他嗰啲都有。有啊，呢度嘅信猫咯。哇，好兴奋啊！佢啊，在这里啊 ，OK， 我坐那边。其实犀牛挺会的。身上脏兮兮，因为犀牛很爱玩泥巴。世界上唯一只有两根脚趾头的鸵鸟，时速高达70到80公里，一溜烟跑个无影又无踪。哇，这个会催眠的哦，这个不按摩。你看他很兴奋啊，刚才。我们来到这个乌龟镇。哎，你们看那边。有很多乌龟啊，这里可以化妆哎，两人500块，一定系孝敬我外母啊，妈冇办法噶。跪下来叫爸爸。可以啊，可以咁悭我哋外母。爸爸，我同你又好啦。这个是我们买票已经有了了，鸡排还有饮料啊，你们拿先。我好香哎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啊，鸡排都好靓嘅，很香哎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肚子很饿的关系，那你要吃吗？给我咬一口先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原味啊。沙瓦小心啊！那等一下给你，好吃。你给我、啊、咬一口。六福村有云霄飞车、大怒神、跳楼机。嗯，好 OK。刚刚我去加了那个胡椒盐，还有辣椒粉，加了比较好，颜色也比较漂亮。饭调味料比较好吃。以游乐园来讲呢，它的食物算是 OK 啊，这个炸鸡排。啊，舒服。谁演的？我摸谁演的？好贵啊！我不累啊。这么劲啊你！还不错啦，这边就是有跟小孩一些互动这样啊，还给腰锤啊，他一直就是有弄阿信的，给他看他就是有拿一把刀一样，你的刀啊，让他们一直要弄你，刀才是最棒的，拿出来，对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换主题了，阿拉伯巨腿，要丢中多少个才有？一个。哦，丢中一个就可以了。多送你几个。哇。你们可以认真一点嘛。哎呀，哦，这里有
谢。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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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轻轻抛，轻轻轻轻，这么你去这样远，轻太大力，这样太大力了。好，你今天太大力了。我讲。找到位置就可以坐下来了，找到位置就可以坐下来了。厉害了，各位，现在需要借助你们的力量，请举起双手，不断的往前挥动，一起来帮助蓝精灵。刚刚的要第三名哦，这个的话我比较适合小孩子啦，云顶那个更加的刺激一点，一个偏向水楼高一点。云顶的是不是比较刺激那个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咪上去啊！锁骨那个石头，这个咁样轻轻呢度嘅乜啫？这是一种简单从小长植物伸出长啊。你的路牌应该是金的。叫啊！可以啦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前面可以。你看你们这些小屁孩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出发。哦，我有点后悔了，我们两个一起，我们现在勇敢。对，哇，下了，很快不了哦。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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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。哦，因为我不能靠后背，所以我自己上有点辛苦。哇哦，哇哦。来喽，我怕哎，怕压到你。来哟，来喽，准备了。加油，爱你！向后靠。哇！哇！我死完了。哎，我后悔了，这个好玩。还有师妹有两次没？对。在外面看的。那边是两次啊。对呀、啊。Oh my god！ 加油，奥利给！加油，奥利给！好似系个样系咪？嚟啊嚟啊！系佢啊！你知冇？这边哥哥，这里这里。好棒啊！我哋而家去烘间。会不会很热哦？不懂哦，来一起。烘间，哇热哦！跳舞跳舞。给我出来一点。这是有哦，这里有了灯哦，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哦。我外母啊，打卡啊！我外母，哇，来了，有烟了，有 feel 啊！这里，哦，我们叫了一点披萨，还有猪排饭，猪排饭都给便宜了，100蚊的嘞。哇，披萨，还有薯条，本来它是有辣酱的，我们叫他不要放。哎，拼凑，这个玉米薯片，你吃。这100蚊就咁样，咁怕个么？冇味啊，应该系冇咩味嘅。没有呀。没有味道了，一定是现在6点多就已经是天黑完了，然后我们还在等最后一场的 show 啊，它7点这样开始。这里的其实他们化妆那些还没有这样恐怖的啦，因为也是要给小孩子啊，就没有我们上次去散威这样啊，化都比较劲烈。呢度戴口罩啫，啊呢度系戴口罩啊，啲装饰啊，点到即止咁样样 ，OK 啦，给小孩子可以开心一下嘅。到了，因为下很大雨啊，突然就是洪水就系咁啊，咪我哋咪本来我自己搭巴士嘅，咪有司机去嘅，我们回也是叫他，他算便宜一点给我们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可以回了。OK 啦，算系咁啊，今日嘅行程都唔错啦，这样我觉得这个影片也是够长了啦，影片就到这里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们的 FBI IG 看看啦，拜拜，拜拜，下个影片见，下个影片见，我们会有很多集。
我们会分很多期，因为我们来九天台湾。好玩吗？这里这样？好玩，可惜下大雨，没得看。幸好是最后才下大雨，不然玩都没有得玩呢。连看都没有得看。其实这里有蛮多主题的，有一些就是蛮刺激的，我们就是没有玩了，玩一些比较小孩的，我都 gang 了，要不然我 gang 够。对，拜拜。拜拜。